各位觀眾早晨，歡迎收看星期六早上天文台的天氣報告。我們今天的天氣情況仍然都會幾熱，6點鐘的時候市區和赤鱲角都已經有29度了，其他地區普遍都有26至28度左右。在這裡提醒大家，黃色火災危險警告仍然都繼續生效，表示火災危險性都頗高的，大家要小心防火了。在大範圍的衛星雲圖見得到，受到高空反氣旋的影響，其實在我們附近雲量不是太多的，我們預計今天會是部分時間有陽光，不過亦都會有幾陣的驟雨，天氣都幾熱了，最高的氣温會有32度，新界還會再高多一兩度。如果大家今天需要做一些戶外工作或者活動的話，記得要喝多些水，小心中暑了。不過要留意今天較後的時間，局部地區有機會有些雷暴的發展，風勢方面會是吹微風的。長遠少少，我哋預計嚟緊嘅兩三日，而家影響緊我哋高空反氣旋會係稍微咁減弱啊。咁屆時咧，我哋會係多翻一啲雲啦，冇咁好陽光噶啦。嗱，詳細嘅天氣預測會係咁嘅。我哋預計嚟緊嘅兩三日會係短暫時間有陽光，亦都係有幾陣嘅驟雨。好啦，呢一節嘅天氣報告講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祝大家有個愉快嘅週末假期。